对对对对。别人的电脑。好，欸，这边是那个工具箱的编译计划，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那个共笔的，就是整个计划大概的说明文件。但我们今天没有按照我原本想象的顺序来做，但有一个很飞快的进展，留到下面。哦，对，今天感谢那个 OneCat 跟他的Starlight 帮我们架了一个电子手册的 demo， 所以它现在已经更像是一个工具箱了。只要这边戳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到一个像目录的地方，然后已经有个看起来蛮漂亮的引言的跟贡献者的区块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用那个，哎，反正不是，原来就是 live demo 就会这样子。好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回到那个这边，反正共笔我们这边还在陆续收集像。我们第一个工作就是把它上架电子平台，这个电子平台叫 Yugo， 它是一个开源的平台。然后我们也收集到一些不同的就是工具，像 Rocket Chat、Matrix， 然后加密的东西。就是其实大家有空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就点进来，随便丢一些你看得到或者是用过的一些小工具，然后底下补一个这是什么样的东西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后续的搜索它的官方说明跟其他人的使用说明，然后慢慢把它编到。那个这个手册的页面，哦，他没回来，哎，他回来，对，就是我们会慢慢把它编进左边，然后，嗯，快取吗？没，我们可以不用live到这么程度，对。对，像那个 VOC， 大家平常都用过，但我在写这工具箱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它。其实很多办公室播放影片的时候，都不会想到说要用开源的那个播放器。就是如果大家想到手边有什么开源东西，像什么 7zip 啊，都可以丢进来，可以慢慢扩充这个工具箱，让它变得更完整。好，感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两位。我刚刚很有趣耶。